竞赛组报告：5:45赛程，男子组30。
廖燕怀、郭晓彤、姚冠宇、林志廷，请进第八场。竞赛组成绩报告：男子组三级双打第五名，周梦玲、李艺彤，请以上选手至大会领奖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的哈，我的饮料保住了。28。那就赢你。那就赢，我也很相信你们。太好了。